我们的环法前一天的轻松骑乘正式开始了。今天我们要从饭店出发，一路应该总共大约是30公里的路程。今天所有人都换上了 Garmin 的衣服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都是骑选手的一级车子。哇，这个体验非常难得啊！前面呢也会有当地的这个车手带领我们一起骑。那今天的天气很不错，而且整体的湿度我觉得很凉爽，就是虽然看起来太阳很大，但骑乘起来的感觉没有流很多汗，比较干爽的状态，但还是有可能会晒伤啊，所以难怪他刚刚要发给我们那个防晒乳。第一次在法国的骑车体验 ，Let's go！Very stiff, huh? Yeah, and very powerful. So, yeah, if you run too fast, it can bend the handle.Look at the nice river, right? Oh.我们骑了一个小时，现在骑了30公里。均速刚好是30，在这个天气这么好的法国骑车，体验还蛮好的，会有自己是环法选手的感觉，充当一下嘛。毕竟还有 Visma 队车在后面陪着我们骑，所以只有机械师在后面准备的感觉。耶、yeah, ，骑完了，总共骑了大约57公里，但就绕这附近的场地。整体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哎，在这边骑车的环境很好，然后汽车很友善，然后也有很多那种骑一骑会遇到那种圆环，就是你必须要稍微减速，它让你的车速都没办法太快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路上也有很多那种减震坡啊、凸起物啊，或者是路边的那个白线都会有一些小小的颗粒。那今天的路线我觉得很棒，也很推荐，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可以来参加的话。我们这次的行程其实是参加 Visma 官方的活动，骑在整个路上真的有那种好像自己是环法选手的感觉，骑在这种法国的边边小镇，感觉真的很棒。欸、我们刚骑乘的过程啊，跟所有的来自各个亚洲国家的 GCC 代表一起用这个群组约骑功能，欸、超级好玩欸。我们刚过程中就随时都在前后拉扯，然后可以看到我跟他及时的位置差距，我们就在上坡有一些小小的攻击，在这个群组约骑功能就可以随时有这种排名上的上下落差。最重要的是我们有随时可以回报说，欸、等我一下啦，欸、前面可能要稍等一下，或者是谁的车现在有出现一些状况，可能需要等一下，都可以透过这个即时讯息功能来让前面的队友知道，超级方便。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 TAX 工厂的参观 ，Let's go！ 现在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Garmin 的 TAX 工厂，接下来带大家分享的就是 TAX 工厂里面的训练台到底是怎么样制作出来，还会带大家去看一下 Garmin 服务这些环法选手呢所设计出的这些水壶究竟有什么厉害的地方。OK， 那就跟着我的脚步，我们一起往里面来一探究竟，出发吧 ，Let's go！这个超级多台的 Neo 2T， 除了这个之外，我觉得最厉害的，这边竟然有世界冠军涂装的 TAX Neo 2T， 红点三的 TAX Neo 2T， 接下来是黄山。如果 Vinger 哥拿到黄山之后 ，TAX 就会把这个送过去环法现场。还有这个白山，最后的是冲刺绿山。哇，冲刺绿山的训练台。他们就是为了环法所刻制的这个颜色，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些训练台实际出现在环法的赛场上。我们刚刚进行了一整轮认识产品，然后走了工厂所有之后，现在来挑战赛了。今天的挑战赛就是待会我们要骑 TAX 的 Neo 2训练台，不是，是 Neo 3M 最新的。待会呢算是一个盲骑，因为毕竟我们现场的职业选手，所以每个人的实力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就要盲骑，究竟谁的一公里可以骑得最接近，然后停下来就会获胜。那这一公里其实有点困难。我刚刚想了一下，如果你骑均瓦，不确定多少，但时速30的话，大约是每2分钟骑1公里，所以或许在2分钟上下是你到终点的距离。
接下来开始比赛了，那边连 name 跟 time 都写好了，究竟今天能否获胜？现场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一个职业选手，来自越南职业队，非常厉害。希望有机会可以把他那个调一下参数什么的，赢他好不好？目标就是赢他就好。哇！哇！签名 T 耶！哇！现在在骑车的这个 Sam 就是来自越南的 Pro Team 选手，非常厉害。OK， 希望我待会有机会可以赢得这个 INEOS 的签名队衣。哇，太困难了！现在他正在骑，但是其他人其实也不知道到底骑了多少，他的手表也都被拿掉，所以不知道现在到底骑了多少的距离、多少的时间，就只有由 Garmin 的同事来负责在旁边帮他按码表。Stop！ 我的感觉准不准 ？OK， 公布成绩。5 from 10, 53. Yeah! Bye bye! Thank you! Thank you, Nan! Thank you! 光是我们在旁边这样看，没有计时，然后自己也不知道到底骑了多少的情况下，其实有点困难。我决定偷偷去旁边看一下，大概几分钟可以骑多远的距离。哇！哇！很强哎！很强哎！两分钟，我刚刚在旁边偷偷学了一下，大约两分钟。看他骑的力量也有点大，但他骑了834公尺，大约两分钟。等一下我心里就是默念，两分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3, 2, 1 starting now. OK， 认真哦，开始哦。Game face. 来换泽瑞啦。这阻力没有很大，他是个非常强的跑步选手。马拉松成绩2小时55。这样讲一个，我等一下距离遥测太远，实在是太丢脸。3, 2, 1 stop. Okay. Okay. And we have 700 meters. 700公尺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策略错误，那个档位太轻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到时候去现场签名。他好轻松哦。对啊。140 actually. 哇！离开之前还可以拿到 Visma 车队还有 Whittier 车队的水壶。你看 Edge 1050 1000尼特的屏幕在这下面显示超级亮，而且滑顺程度真的是很好用，跟手机差不多。最喜欢的功能呢，就是可以跟队友来一个这个群组约骑 Group Ride。这个群组约骑功能呢，只要开起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及时看到队友跟你前后的距离差，甚至你可以设定一个杯赛，然后来互相挑战谁先到终点，有最快最慢奖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最喜欢的功能是可以及时有这个危险回报。其实这个功能很好，因为你在一些不熟悉的路段，你可能就可以看到前面的车友回报说，哎，这边有野狗，或是这边比较湿滑，可以及时注意到路况。我觉得对于骑乘安全来讲是更升级的体验。买东西没有带钱没关系，1050有悠游卡 Garmin Pay 可以用。耶、yeah, ，完成。You like the bike? Yeah, sure. Very stiff, right? Yeah, and very powerful. 在这个天气这么好的法国骑车，体验还蛮好的，会有自己是环法选手的感觉。恭喜啊，恭喜啊 ！Look at the nice river, right?